你好。哟，大作家来了。你好。哥，看不出你这么浪漫啊，你火了，你知道吗？强迫症、洁癖、腹黑、虚伪、假面，他调查你可挺仔细的呀。你的那些小秘密都快被他挖光了，被人宰了都还不知道啊。一航，你写的挺好的，男二和我哥一样。你一样没用。完了，被发现了。少爷，我只是听上面安排。这种东西就该进垃圾桶，扔了扔了。少爷，门口再给我贴一个，一行和狗不滚。对了，你那小女朋友身材不错，你不要的话，我可就……我警告你，别打他去。妈，我让他为了一个女人要掐死自己的亲弟弟。你好，你疯了，快放手！不是妈，妈，我哥他这样怎么管理公司啊？管理公司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，你说我是不是？不是，真要让那个狐狸精的孩子抢走公司，你就别找我妈了。要是你有你弟弟一半省心就好了。反正你靠近我哥不也是为了钱吗？跟我在一起我给你更多，你不也觉得我哥不行吗？好啊，怎么回事？我就是喜欢他，你这个连回家都需要做这个废物，浪费土地，浪费空气的妈宝男。是你们先惹我的，是你们先惹我的。